哦，输人好气，输人在气，输人有好运气。你若是有丢到金花果，会记得爱靠着恁老的财库，妈祖会庇佑你。通天桥。财库满大厅。通天桥。会庇佑你，小坡大笔大笔要进账。会庇佑你。这讲话好得笑，哦，太容易讲，正常讲话笑。妈祖的庇佑你心想事成。哦，石竹那村的，灯区，技工好。各位亲爱的贵宾，有龙宇哦，龙宇是的，看来技工好，百态赞。还有行天舞圣宫也是，技工好好的笑。我们的妈呢？八美凤，藏传佛教。旁边还有佛光山的，佛光山的。哦，九族闹村传统，太阳度假村，太阳度假村。传统太阳度假村呢？嗯，那是九族闹村的传统太阳度假村。这是狗的主题啊，那狗年的狗的主题的花灯。哦，还要演上海洋公园呢。就是台湾湖神宫行动玻璃庙，就在我们的现场，欢迎大家一起登上台湾湖神宫的行动玻璃庙来参拜妈祖。妈祖将庇佑你，想事成，万事祈求。